喂，问你好哥，今天晚上我约了正义那小子在老地方查架，记得过来，不然我们那事儿没完。记得把黎素那小子也叫上啊！快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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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喂，亚黎，完了完了，出大事了！好哥今晚约了正义查架，他让我们过去，怎么办？要不我们给他发个红包吧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。那我做完这套 T 恤去找你。你就是社会哥正义是吧？喂，哪个伙子跟你老汉儿查架，不想活了说。告诉你啊，好哥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小姨，我未来可是要去古铜金的人，可不是吃素的。还敢挑衅打电话？老子吃火锅，你吃火锅底料。等见了面，可别求饶啊。今晚我就让你晓得哪个是大哥。那是沙海，那是沙海。